我是留白电脑的技术兼颜值装机员小妮儿。放在大家面前的是来自杨同学的一台 BOSS mini 纯白海景房主机。我现在呢已经把所有的硬件全部都拆开了，包括机箱 IO 面板的这些线， CPU 供电，主板的24 pin 这些线全部都已经插好了。那毫无疑问，今天呢又是一期保姆级的装机插线走线教程。这个视频的结构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分为四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配置介绍，第二呢就是插线教程，也是插线最难这一部分的准备工作。第三呢我们会切一个大景，告诉大家每一条线在主板上的位置以及它是怎么连的。那第四呢我们会回到这个近景，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主板的每一个接口是怎么接的。那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进入第一个环节，配置介绍。首先我们先把主板拿出来，这是一片微星的 B06M 排气炮，这块主板就不用多说了，也是一块网缝的板子。可以看到这儿有正品行货的签儿，这呢是这款主板的 SN 码。接下来我们打开这片主板，全部都是全新的，我们拆开这个标签，好紧啊。然后把主板给拿出来，一定要放在这个主板盒子上来进行安装，因为这个主板的背面它有非常多的焊点，如果说我们直接放在这个桌面上的话，这个桌面是比较硬的，有可能会损坏这个主板背面的这些焊点。接下来呢是 CPU， 这是一颗全新的 12600KF 的散片，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啊，这个 CPU 的表面也是有一些编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全新的 12600KF 散片。然后大家分辨散片的时候，记得那个留白有跟大家讲过，是不是全新的可以从这个耳朵上面去判断它有没有压痕。内存呢是金百达的3600频率82的一个套条，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内存的 SN， 金百达也是我们国内的厂商最近的一批黑马。这个是任系列，这个是新出了，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内存，从它这个外观大家有没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就跟那个荣耀的 D50 外观差不多。我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他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个模具，大家看一下，真的特别像。而且这个任系列的这个内存做的也是确实是有颜值的哈，固态是西数的 SN770， 这是 1TB 的哈，来看一下这个它的 SN 是在这儿啊，西数呢也是一线的大厂啊，它的售后啊品控大家都不用担心。散热呢是选用的是利民的冰封幻境240，电源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SF X 啊，它就是一个小电源，这个名字啊，哎，也是有点搞笑，叫神雕13道。我们把它打开，是一个纯白色的电源，小电源，80 Plus 金牌认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呦，这个包装做的还可以哈，啊，非常的小巧。风扇呢，就是棱镜的 ARGB 风扇，白色。我拆出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棱镜的风扇啊，它的颜值也不得不说也非常高哈。接下来呢，我们把机箱给拆开，这个是配件盒，先放到一边。机箱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把机箱这个盖板都给它拿掉，正面的玻璃和侧面的玻璃都是往上拉的，它是采用这种卡扣的设计，往上一抬它就拿掉了。这个背板呢也是螺丝，两颗螺丝，看到没，瞧见没，这个小内裤啊我们也得提前给它拆掉，这个就需要用到螺丝刀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装的是 MATX 的板子，之前的话我们是直接装的，是没有改过这旁边的这只 IO 高度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更换一种安装方式，我们把这个 IO 的高度给它往下去调一节，然后我们装出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找到这个机箱的配件盒，这个呢是机箱的螺丝包，然后我们更改它的 IO 高度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配件，我们取出来这个配件，还有我们的主板呢，然后还要取出来这个挡板，因为那个机箱它是短一节的，我们需要用这个把它接上去。然后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们把它装在这个位置，这上面有四个螺丝孔，瞧见没，用四颗螺丝一固定就可以了。我们在更改这个 IO 高度的时候，我们要先取下来一节，先把这个螺丝松掉，我们把这一块拿掉，然后再取下来一个，然后把这个让它往下走，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螺丝还原，给它固定一下。我们找到我们刚刚取出来的这个配件，然后把它装在这里，螺丝一固定，这样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去调整这个 BOSS mini 这个机箱 IO 高度的方法。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CPU 是怎么安装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 CPU 的上方和下方它都是有这个防呆缺口的，然后它在它的左下角是有一个小三角的，然后在我们的主板上看到这个左下角也是有一个小三角的。我们打开这个 CPU 的扣具，打开之后看到这个 CPU 底座上面也有四个防呆缺口，然后我们对准这个缺口把它给放上，
然后下压这个 CPU 就装好了。内存呢它也是有防呆缺口的设计，可以看到啊，这个主板的内存插槽上也有。我们在安装内存之前呢，要先把这个插槽的卡扣给它打开。那我们两条内存的话，我们一般是装在二四通道，让它组成一个双通道。装之前我们把这个卡扣下压，然后对准，轻轻的用力，它这个卡扣是会回弹的，然后你这个内存就装好了。另外一条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固态啊依然是同样的道理，它也是有防呆缺口的设计。在安装固态之前呢，我们要先把这个固态的散热盔甲给它拆掉。现在稍微高端一点的主板它都是有带这个散热马甲的，我们把这个两颗螺丝给它松一下，这个散热马甲呢就拿掉了。拿掉之后呢，我们对准这个缺口45度角哈，然后用力的一摁它就装好了。然后我们还原这个散热马甲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上面这个膜给它撕掉，要不然的话它影响散热，你不能光让人家干活不让人家休息，对不对？然后把这个螺丝给它还原即可。接下来呢就是水冷扣具的安装，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呢是水冷冷坨的扣具，水冷冷坨扣具是卡在这里的，这个是要装在主板的背部的，这个是塑料的一个支柱，这个是背板的螺丝，这个呢是冷坨的螺丝。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怎么装的，我们是12代的 CPU， 所以说你看它这个螺丝它是有一个正方形的，然后是170的，我们就要装在最外面。然后这是一个垫片，我们卡一下，这样装在主板上的，然后在中间套一个这个塑料的支柱，然后再装上螺丝，等于说这中间它加的是主板，这个中间呢是 CPU， 大家能明白吧？但是我们在装这个冷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膜给它撕掉，撕掉之后然后涂上硅脂就可以了。那扣具呢也非常的简单哈，我们直接取出来这个背板的螺丝，然后记得一定要朝外哈，然后装上这个垫片，一共有4个。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每个人呢他有都有每个人的习惯，我是习惯把这个背板的螺丝全部都装好之后，然后把这个扣具上面这个双面胶给它撕掉，然后再往主板上安装。那有的人呢就直接把这个双面胶撕掉之后，这个单独一个背板然后装上之后，然后再去装这个螺丝都可以哈，这取决于个人的习惯，然后把它卡上它就不会掉。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塑料的支柱给它装上。之前我记得立民这个170这个扣具的支柱上面都写的有数字啊，那现在也不标识了啊，又少了一道工序。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它是有正反的，像刚才我这就比较松对吧，然后把它反过来也许就好了，就会卡的比较紧了，现在就不容易掉了。模组现在安装呢也非常简单，你看像这种稍微高端一点的电源它上面都会有标识的，这里呢是主板的24 pin，然后这里呢是 CPU 和 PCIe， 这里呢就是 SATA 供电的接口。接下来呢我们把它给装一下，我们按照这个接口把它插上就可以了。现在呢所有的配件我都已经拆开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做插线教程的准备工作。首先呢就是 CPU 的供电， CPU 的供电一般都是在主板的左上角啊，看这是双棒的供电，然后还有接下来呢就是主板的24 pin 在这里，这个最长的最多的就是 CPU 的供电。那我们这个机箱呢它 IO 面板的线材是比较少的，它只有一个音频跳线，音频跳线呢它是在主板的左下角，然后还有一个 USB 3.0 呢是在这个位置，这个呢就是 C 口 Type C 的接口，这个就是 Type C 的接口，这个呢就是 KE 跳线， KE 跳线的接口呢它一般是在主板的右下角，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 KE 跳线的接口。然后风扇的接口呢，然后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一下风扇哈，风扇连接线的位置。然后风扇呢它有两条线，一根是风量线，然后另外一条呢是5伏3伏的灯光线。这个风量线呢我们就插在这个4针12伏的接口上就可以了，这个灯光线呢我们就插在这里这个5伏3针的接口上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个线怎么插。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 CPU 的供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主板呢它是双八的供电，但是这个电源呢我非常的不喜欢啊，它只给了一条 CPU 的供电，而且做了一发的设计，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给它插上。可以看到电源线的这一端它是有一个卡扣的，在这个主板的接口上它也有一个卡扣，然后我们对准用力的下压，这样就装好了。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道理，接下来呢就是主板的24 pin供电，同样的道理哈，看都是有一个卡口，都是卡口的设计，防呆设计，你不会插错。如果说你这样反着插的话，它这个口不对，它是接不上的，然后还是对准，这样就装好了。然后是这个 Type C 的接口，像这样的接口，这就是 Type C， 这个 Type C 的线，我们把它插在这个接口上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 USB 3.0，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防呆缺口是设计
但是有的主板给大家讲一下，有的主板它是设计在里面的，像这个主板就设计在里面，但是有的主板它就是设计在外面的，里面外面都没事，我们只需要把对准这个缺口把它插上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开机跳线的接口，你看这一堆线上面下面有非常清晰的标识，这个就是 KE 跳线接口。然后我会给大家画一个 KE 跳线的图解，我们要参考。可以跟下面的音频片你看上面写的 AUDIO， 在主板的下面呢它也有这个非常清晰的标识，它是九针短一针的设计，也是有防雷设计的哈。啊，你看这儿，这就短了一针，我们只需要对准这个缺口然后把它给连上就可以了。这个呢是风扇的风量线，它是四针十二伏的，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卡扣，对应的它这个 CPU fan 的接口上它也是有一个卡扣的，我们只需要对准这个卡扣把它给插上就可以了。然后这条线呢是风扇的灯光线，可以看到啊，它是五伏三针的设计，也是短一针哈，它这个接口呢是在这儿，像上面也有非常清晰的标识哈，然后我们也是对准把它给连上就可以了。主板上的接口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对准这个缺口把它给插上就可以了。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风扇它是怎么串联的哈。像我们装的比较多的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风扇，像利民啊、棱镜啊，我们装的都比较多，但是最近啊发现这个棱镜装出来的效果确实要比那个利民要好看很多，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棱镜的风扇。它同样也是一分一的设计，我们只需要把它这样串联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装机在串联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会用一条扎带从这个风扇这些线的间隙里边把它穿出来，然后这样给它捆紧。这是起到什么作用呢？又害怕就是在机子装好了然后给机主发走，在中间的路途经过颠簸然后等等其他因素把它给松了，回家等等机器了发现风扇不会转了不会亮了，然后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会拿一个扎带串起来之后拿一个扎带给它扎紧，就防止它掉。然后这个灯光线也是同理哈，它都是一分一的设计，只需要这样给它串联起来之后，等于说这两把风扇就串好了。然后最后一个接口我们是接到主板上的，但是这个灯光的接口我们也是一样，接好之后我们会拿一个那种电工的胶带把它周围这样给它缠一圈，也是防止它松动导致这个风扇不会亮。所有的线说完怎么连之后，接下来呢就是安装和走线环节了。我们在装主板之前呢要先去对一下机箱上面的重铸螺丝，大家可以应该能看到哈，我刚刚的话是把这个机箱的 IO 面板的高度往下移了一截，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铜柱对不上。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铜柱给它对好。一般呢我们的机箱的螺丝包里面都会有多余的这种铜柱，你看这个就是铜柱，我们拿一个铜柱螺丝刀，我们找准位置之后，然后这上面都有孔，然后用铜柱螺丝刀给它固定好就可以了。铜柱的位置调整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装主板了。那像主板上带这种我们就把它比作太阳吧，这种孔位就是主板的螺丝孔位，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机箱里边，放在机箱里边，从我们的机箱螺丝包里边找到这样的小螺丝，带小帽子的螺丝，这种螺丝呢就是我们的主板螺丝。然后我们找一个螺丝刀啊，又这把螺丝刀又出场了，也是我们的老演员了。那我呢一般是习惯用这个电动的螺丝刀去上这个螺丝的，电动的螺丝刀它的力度远比我们手拧的力度要精准的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它打起来比较方便。主板固定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装电源。为什么要装电源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假如说你这个机箱的顶部是装的有风扇，又或者说是夹了焊棒，那如果说你要先把这个顶部这个风扇什么的都弄好，然后最后再去装这个电源的时候，这个 CPU 的供电它又不好插了，它这个间隙是比较小了。你像这个 Boss Mini 的话，如果说你要顶部的风扇它比较厚的情况下，然后它是你要再去插这个 CPU 的供电的话，它空间比较小，它非常难操作。所以说我在装机的时候一般都是主板固定好之后，然后我们去装电源，电源固定好之后，然后我们先把这个 CPU 的供电去给它插上，然后再去安装其他的硬件，这样的话就不会去来回的去拆卸这个硬件了。那我们现在把电源给它固定上。Boss Mini 呢，它的电源仓是在背部的，它做的是背部的设计，所以说我们这个风扇哈一定是朝外的。这个电源仓呢，它是在上方的。O11D 呢，电源仓它是在这个位置的。然后找到这种电源螺丝，然后拿一个螺丝刀对准孔位，把它给拧上就可以了。电源安装好之后，我们来把这个水冷给它装到机箱的侧面。拿冷排的螺丝固定，然后冷头一固定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水冷的扣具是怎么安装的，可以再往前去看一看。
还固定好之后呢，我们涂一些硅脂，然后安装一下冷头的这个扣具。扣具安装好之后，我们记得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膜给撕掉，然后用冷头的螺丝一固定就安装好了。最后呢，就只剩下风扇的安装了。前面我给大家讲过哈，我们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风扇，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棱镜还有利民的风扇，但是我们就是最近就一直在装这个棱镜的风扇。为什么呢？是第一，是我们觉得这个棱镜的风扇装出来的效果要比利民好看很多。那第二呢，是因为棱镜它是有正反叶的设计的，这个就是正叶的设计，这个呢就是反叶的设计。为什么呢？在我们再上底部的风扇，我们全都用正转的风扇的话，我们这个风扇的轮毂是要朝上，就是这样子安装，这样会感觉就是不是那么的好看。所以说我们就选择棱镜的风扇，它是有反转设计的，就是我们底部的风扇也可以这样装，它装出来效果确实是不错的。现在呢，就进入走线环节了，看，瞧见没？这密密麻麻的线，我现在手中还只是风扇的线。走线呢，我一般第一步会先处理这些小线，因为我只有这些小线处理好之后，然后我们走后面其他的线才会比较的轻松一些。现在呢，我们可以，我是这么想的哈，你看尾部一把风扇，然后顶部呢是三把风扇，等于说现在是四把风扇，然后再加上冷头的两根线，冷头的水泵的线呢，我是直接在这里，这里做一个环绕，给它连到喷雾扇上，然后剩下四把风扇呢，我会把它串联一下，串联好之后，风扇的风扇线我会插到这个 CPU fan 的这个接口上，然后灯光线一共是四把风扇的灯光线，加上冷头的一根灯光线，一共是五条线，我们把它串联好之后，然后接在主板上方的这个五伏三针的接口上，上面这四把风扇的线呢，我的计划是把它串联好之后，然后把它在这个顶部风扇的后面，就不用往后面去扯了，这样的话我们理线的话会比较简单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实际的操作一下。上面的四把风扇加上冷头的两条线处理好之后呢，我们来处理冷排的两把风扇，然后加上底部的三把风扇，把它串联起来之后，然后这些小线我们直接藏在这个硬盘笼的下方，这样就看起来会比较整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实际的操作一下。现在冷排的两把风扇加底部的三把风扇，一共是五把风扇的线就已经处理好了，扎好之后是藏在这个硬盘笼的下面，是在这个位置，待会儿这个硬盘笼一装上它就压住了，就不能说完全看不到吧，只能说这个方案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机箱前置 IO 面板的这一把线给它走一下，这把线就超级简单了，我们就把它拿下来，从这个根上给它理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像之前的话，它这些线就像 USB 3.0 它一般做的都是两根线，它可能会比较扭啊是怎么样，然后我们都是直接从根上就直接给它理清楚，然后本着大线压小线，然后顺着这儿，然后直着给它扎下来，扎下来的时候该插 USB 3.0 的插 USB 3.0， 该插 Type-C 的就插 Type-C， 然后这样捋下来就可以了。机箱 IO 面板的线走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剩一条显卡的供电线，然后两条显卡的供电线，然后一个主板的24 pin， 还有一个 CPU 的供电，一个 SATA 的供电，这个是给机主预留的 SATA 的，将来扩展一些机械硬盘。 CPU 供电呢，因为它只有一条线嘛，你看这个空隙，这有一个捆扎带的地方，我们就沿着这儿，然后拉一个直角下来就可以了。然后主板的24 pin 呢，我们从这个孔位给它穿过去，接到主板上，然后再往外拉一拉。因为主板的供电线的话，因为这是小机箱嘛 ，SF-X 的电的话，这种 CPU 和主板的24 pin 供电线的做的都比较短，也可以把它和 CPU 的供电这两根线给它扎到一起。那接下来就只剩显卡了，这个走线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操作一下。这些线处理好之后呢，那最后呢就是装显卡。机主呢是一张七彩虹的3060 Ultra， 我们现在打开把它给装上。我在这之前呢，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走线的话怎么样，一到十分吧，屏幕上打一下好不好。接下来咱们就拆显卡，一张新卡没有拆封过的彩虹的3060 Ultra， 我们现在打开它。七彩虹的卡啊，现在不得不说是越做越漂亮了，不管它的性能颜值人家都是有的。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挡板，这个上的有点紧了，
然后卸掉显卡挡板的螺丝，这个应该是要一二插槽的。对，我们这个模块往下移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螺丝给拧掉。我们现在把这个显卡装上，装显卡的时候你看这个是显卡的插槽，后面也是有个卡扣的。然后我们在装之前呢，需要把这个卡扣给它下压，下压的话我们也是对准它有一个缺口，对着那个缺口然后把它装上就行了。你听见咯啵的一声，就是说明这个显卡已经装上了。那我们拆显卡的时候，我们拆显卡的时候不能硬拔，硬拔就坏了。我们拆显卡的时候也是需要把这个后面这个卡扣，然后就好了。你装好显卡的时候，它这个卡子它是会回弹的，你要拆的时候把它摁一下就好了。显卡已经装好了，然后我们拿个螺丝固定一下，然后我们转到背面，把显卡的这个供电线给它穿到前面。小电源，瞧见没？小电源，这个显卡，然后做的比较厚的情况下，然后这个线就导致够不到。那现在呢，我们想一个其他的方法，这就是我刚才没有处理这个显卡供电线的原因。然后刚不是在下面嘛，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显卡都是从下面这样拉过来，然后插在这个供电接口上。因为这种小电源哈，小电源一般情况下它这个显卡的供电线都做的比较短，像联力的 SP 也是这样的。然后正常我们是从下面走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绕到上面，然后把它可以接上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这台机子就已经装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水冷的管子的话，我是朝上走了，然后我找了点白色的魔术贴把这个水冷管子给整理了一下。然后这个显卡的供电线的话，就是发货的时候给机主带两个魔术贴吧，因为我们在发货的时候这个显卡是要拆掉发货的，你如果说直接装在这里面的话，发货的时候比较危险，容易把这个金手指给弄坏。那行吧，这台机子就装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练个机看一下。我们插上这个电源，然后按下开关键，全部都亮起来了。看一下，我就去拿，把这台机子拿走，然后去给机主装一下系统，再跑一下压力测试，没啥问题了就发走。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显卡的驱动是怎么安装的。首先我们打开网页，然后搜索英伟达官网。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计算就是英伟达的官网，然后我们点开之后有一个驱动程序，我们点击一下就会跳转到这个下载的页面。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产品的类型，我们是 GeForce， 然后就选择这个产品的系列呢，因为我们产品的系列就根据你用的是几十系的显卡，那我们现在是30系的显卡，我们就选择30系的显卡就可以了。但是在这里面有很多有后面有带 notebooks 的，这个就是笔记本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选择不带 notebooks 的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现在选择30系的话，你是3060，你又选择3060，是3060Ti就选择3060Ti。那我们今天这张卡是3060，然后我们直接就选择3060。然后下面是一个操作系统的选择，这个是根据你的系统的。如果说你用的是 Win10 的，你就选 Win10；如果说你用的 Win11 的，就选 Win11 就可以了。这些选好之后，然后我们点击搜索之后点击下载，然后会跳转到最终的一个面，同意并开始下载。我们点击它，让它开始下载。下载完成之后，我们点击打开这个文件夹，然后找到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显卡的驱动，点击安装，然后会跳转到这个最终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同意并继续。下一步，现在就是正在安装这个驱动。安装好之后，然后我们右键此电脑，然后点击这个管理，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设备管理器，这有一个显示器的适配器，可以看到。而现在就是英伟达的 RTX 3060，就说明你的这张显卡的驱动已经安装成功了。